turning cobalt the deeper I can search. But if you need to hold, extraction is ready. Void signatures, but outside the corrupted. They are draining your life support, and fast. Eliminate them quickly. Hello， 大家好，就来跟各位介绍 Wolfram Citrine 这一只战甲。对，我们就是我们的水晶甲。那我们首先先看一下它这个基础技能吧。好，那么首先是我们水晶甲它的这个被动啊，就是说它只要每捡一颗这一个生命球，那么它就会增强它的这一个特殊被动。那么它特殊被动是什么呢？它特殊被动就是说它会每秒钟帮自己还有这一个经验范围内的友军去回复生命值。那原本基础是5滴生命值啊，那每捡一颗生命球就会加 0.1， 然后最多可以变成25点生命值这样子。好，那么再次它的一技能爆裂金柱，就是我们的水晶甲它会丢出一堆水晶，然后去打怪。那被打到的怪呢，会去受到这个冲击跟切割的伤害。那么除此之外的话，被命中的怪啊，我们在这一个持续效果的这个时间内，如果能够把它杀死的话，那么它会有额外的这个生命球以及能量球的掉落这个几率这样子。好，那么它这个上状态的时候啊，它头上会有一个这个水晶的标志啊。那所以说，其实你只要看它头上的水晶标志还有没有在，就知道它还有没有在这一个被 debuff 影响到就是了。好，再次他二技能护卫金壳，那是水晶甲的这一个右下角，它这一个特殊的显示器的这个下方啦。那这个东西的话，基本上就是会给我们全队一个这一个减伤的效果。那虽然说是全队，它其实跟这个被动一样，是在经验值范围内就是了。那么只要在这个经验值范围内的这个友军或者是说自己啊，都会获得这一个这个伤害减免就是了。那这个伤害减免的话，它是会随着时间去衰退的。那我们只要有击杀或者是助攻的话，那么它就会去增加这一个减伤，那么最高它能够叠加到 90%。 好，再是这个三技能分光晶石，就是我们水晶甲会把一颗非常昂贵彩虹水晶给推出来，然后接下来那个彩虹水晶就会在这个旁边生成了一圈这个类似彩虹极光吧，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呢，在这个圈圈内啊，我们的武器攻击啊都会有额外的这个状态触发几率这样子。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这个状态触发的这个持续时间还会去加长就是了。那等同于说就是帮你上了一些 mod 这样子的概念就是了。好，那么在这个分光晶石的范围内呢，我们除了战甲有争议之外，我们如果攻击敌方的话，这一颗水晶还会帮助我们去打敌人，那最多一次打5个目标啦。那被打中的敌人的话，会受到这一个火冰电毒四种基础元素的伤害这样子，一直去攻击这样子。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武器不是拿武器打，我们其实同样也可以用我们的一技能去进行攻击哦。那么一技能如果攻击这一个三技能范围内的怪的话，那么三技能也同样会攻击这个一技能打中的怪，并且我们的一技能的这一个切割好像还会变成2倍时间吧。那么再来是这一个大招是我们的慢生金簇，那就是会让附近的怪啊，就是上这个水晶化。那上水晶化之后呢，它就会停止动作，有点类似像玻璃甲的这个停止动作。只不过呢，它这个怪身上还会再长出一块水晶。那么如果我们直接打这一个水晶的部分的话，那么我们的武器它必定会造成这一个红爆的效果。那也就是说，今天你的武器如果是这一个非红爆的这个武器，或者说纯触发的武器的话，那么你在打这一个水晶的话，它就伤害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痛这样子。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这一个水晶甲的这个日常用配置要怎么样配啊，然后还有要改什么样的技能这样子。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一套配置啊，很稀有的，其实它不需要去改动任何的技能。那最主要是它本身这一套的这个战甲技能就已经算是特别的蛮不错的啦。那最主要也是因为最近有一张新的集团卡的加入，所以才会让它变得比较不
错就是了。好，那么至于这个值得观宝石的部分呢，会建议大家哦，塞上两颗紫色的套质值得观宝石，那都要选择我们这一个类似均衡点效果的这个东西。那至于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类似均衡点效果的东西呢？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这一个一技能都会撒出去嘛，那撒出去的话，我们就会有一堆生命球。那么一堆生命球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塞了两颗的话，那也就是说我们每次捡到一个生命球的话，它就是能够回复30点能量。那么我们的一技能呢，这一套配置啊，它消耗只要消耗25点能量。那我们的这个几率如果又把它拉到 100% 的话，那我们基本上只要看到一只怪啊，或者说不管有几只怪啊，反正你只要看到怪啊，去撒你的一技能都准没错，它就一定会让你的能量回本就是了。好，那么所以说呢，这边的话会建议大家哦，剩下三格空位的话，看自己决定要不要多补一颗红色的值得观宝石来去补这个技能强度。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边对大家会看到这个强度是199啦，那么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不补的话，它其实也是有其他方法可以补就是了。好，那么再来是这个如果你就算补一颗红色值得观宝石嘛，剩下两颗会建议放什么呢？各位人会建议哦，最好啦还是补两颗这个释放速度的宝石。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水晶甲的这一只战甲，它的前摇真的是有够长，那要不然的话还是会建议可以搭配我们的 M 砖服用哦。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晶甲的这个配置啊，要怎么配吧。那基本上配置会建议这样了。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光环哦，光环这边的话基本上是随便个人怎么选都可以。那我这边放了一个冲刺提升，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走路有一点点的慢，不过你要放什么腐殖投射啊还是什么其他的其实也都可以，甚至你要放什么能量虹吸什么的，这些有的没的都可以，单调转换都可以，看你自己的个人需求。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选什么的话，就是放个万用光环吧，就是腐殖投射或者是我们的冲刺提升之类的。好，那么再来是特殊功能草的部分哦，这边的话我是放脚大传身啦，不过个人这个也是会建议，就是如果不想要补这一个红色值得观宝石，但是就想要让它一定稳定能够去触发到这个生命球的话，那么可以考虑上力量串身就是了。那我这边会放脚踏串身，主要原因是个人觉得这个加了一点范围，它看起来数值比较好看啦，165啦，单纯就是一个算强迫症的概念吧。好，那么我们来讲讲这个配卡是怎么配哦。那我们首先来讲一下我们这一套配置的核心卡是我们的这一个再结晶簇。那么再结晶簇它有什么效果呢？就是说我们的大招啊，只要结晶化之后，我们把怪杀死，应该说打这个结晶把那个怪给杀死的话，那么它就会再次扩散这一个大招的结晶化。但是呢，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哦，就是我们的这个水晶它的这个集团卡扩散机制，等一下会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它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哦。那最主要就是它少了控场啊，然后再加上它是没办法覆盖的机制啊，那等一下会稍微演示给大家看一下哦。好，那么在因为我们是玩这个大招嘛，所以说我多少会撑一些范围，让它可以扩散的更远。那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的三技能在进行守点的时候，也可以守的比较远。所以这边我会放了一个延伸啊，然后脚大寸身也是拉这个范围就是了。那么在这里的话，这一只战甲、啊、它其实很容易去铲这个生命球跟这一个能量球啊，那所以说这一个非常适合均衡点的这一种效果。那这边的话，因为卡位不足的关系，所以我用值得观宝石补了两颗均衡点的效果，并且让它刚好能够达成一个永动机。那么有生命球的地方的话，当然就少不了我们的这个庇佑赋能啦、啊。那庇佑赋能的话，就让我们可以更方便的，就是可以去坦伤这样子。那么讲到坦伤，虽然说这一只战甲它本身有一个自带的这个 90% 减伤啦，但是我们这里如果没有护甲或者说没有再一层的坦伤的话，其实以钢刃来说的话，它打人还是会有一点点痛哦。所以这边的话，我原本啦、应该说极限坦伤嘛，也不能这样讲，应该说如果最佳化坦伤的话，应该是要放生命转换加适应的啦。但是我这边后来是决定放上我们的这个执政官生命力加上适应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适应它这基本上就是提高了这个效果，其实以单张来看它一定比这个生命转换还要来得好。那么执政官生命力的话，则是因为会希望在低等图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之前我拍过这一支战甲的方式来做一个防守或者是进攻的概念。
那基本上就是用我们的三技能，然后直接丢一技能，它就会自动把这个怪给烧死的这种概念了。那么这个值得关生命力其实就是拿来打低等图用的啦。那同时它也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基础的生命值，这样子在我们还没有叠起庇佑赋能的时候，那我们会比较好过一些些啦。那如果你觉得没差，我就是要一个极限坦伤，我就是要非常的硬，那么你也可以考虑改成生命转换加实力再加庇佑赋能哦。好，那么这边的话这个地方基本上我会建议大家稍微去撑一些些的这个持续时间啦。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一支战甲的这个大招，它的定身呢，应该也不能说它定身，应该说它的水晶持续时间会是吃我们的持续时间，然后三技能也是吃我们的持续时间哦。那这边的话刚好持续时间又有一张非常不错的 mod， 那就是我们的执政官持久力。那执政官持久力的话，它可以让我们在触发毒属性的时候去额外触发腐蚀元素，那么我们的三技能啊，这一个它会触发这一个火电冰毒这四种元素的时候呢，他在打这个怪的时候，就是也可以顺便帮我们上到这个腐蚀的效果，那也就是也可以帮我们间接剥夹。那简单来说啊，你甚至执政官宝石如果觉得手感够的话，也是可以上一到两颗的绿色执政官宝石来进行一个辅助剥夹的效果，但是个人还是会比较偏向于就是天赋就释放速度就是了啦。好，那么在这里的话会建议大家就是放上一个川流不息 P 去提供我们这个最大能量值，那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一支战甲基本还是要靠我们的这一个一技能来做一个运转，如果没有放这个川流不息 P 的话，我们最大能量只有180，真的很容易就没能量了。那么这边的话最后两张 mod 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要去撑强度，让这一个一技能至少来到 100% 左右。那么这边我放一个爱影聚精会神跟一个瞬时建议去提供它的这个技能强度。最后这个赋能的地方是看个人自己去做一个选择，那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一支战甲其实它的结晶化非常适合的去使用我们的枪械武器，那近战的话就比较不适合了，除非你玩的是鬼炸风刃之类的这个枪刃类。那所以说这边的话，我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放上自己需要的赋能啊，像是迅速赋能啊，或者说你想要放个愤怒赋能啊之类的，有的没的都可以，那就是看个人自己去做一个决定。好，那么接下来就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一套战甲要怎么样的运行哦。那基本上呢，我们就是要守点的时候，我们就是开三技能啊，然后开一技能啊之类的，然后或者说开三技能，然后去打怪啊，然后他就会帮你辅助打一下这样子。那平常的话，则是一直套着我们的二技能，然后去一个常驻减伤的效果。那看到怪呢，不管看到几只怪啊，都给他破一技能就准没错了啦。那大家看一技能破下去的话，他这一个三技能也会一直打他这样子。那么怪身上同样也可以上到这个腐蚀效果就是了。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结晶化的特殊机制哦。那我们先等它这个伤害跳完，它这个伤害跳的有一点点的久啊。好，那么我们结晶化的特殊机制的话，基本上大家可以先注意看哦，这个怪身上动作会有三种动作，一种是我们还没有任何的效果的这一个普通怪，那我们今天如果开大招的话。好，大家看哦，这边呢是我们静止时间的这个结晶化。那我的右下角这个时间它结束，它们当然就是会解放就是了。那我们只要在这个解放之前把这一些怪给杀死的话，那么它的结晶就会扩散哦。那这边吃点能量。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杀一下。好，这一边的话是我们的这个结晶的怪，那我们只要烧它，打这个结晶。然后把它扩散出去，那大家发现到，哎，这边两种怪不一样，这一边的怪它是这个动作，这一边的怪它是又是另外一个动作。那我们这一边的怪如果又把它烧死的话，那么它又会反向的传啊，烧太慢了，抱歉，这边重新再来一次，就大家再看一次哦。这边是这个普通结晶的嘛，就是它们是有定身加上生长这个水晶的效果，那这边则是只有生长水晶没有定身的。那么我们如果这边就是没的话，那我们再杀死这边的话，它又会反向再传回来。那么这边没有的话，我们再杀这边的话，它同样也是可以再反向传回去。那基本上如果运用好这个的话，我们就是可以达到一个来回的控场，然后让整个区块的怪就是分成两部分，一半停止，另外一半停止。好，那么但是这边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哦，就是我们并不能杀太快，就是我在上一次结晶。好，我们今天如果把这边怪给杀掉，好，然后让他上结晶，这边再杀一次。
好，然后大家会发现到我这边上结晶之后，我们这一边的结晶先结晶的怪，它的这个结晶化的时间并没有刷新。那我们如果杀太快的话，就会产生这个情况，就是对它的大招一下子就没了，然后它根本传不开就是了。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各位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打怪的时候还是什么，最好就是要去看自己的这个武器啊，然后来做一个时间调整，或者说自己要自己抓一个节奏来做一个使用，我们才会比较方便来这个能够一个大范围控场就是了。那么这一支战甲如果在定点的时候，它这个作战能力是真的很强啦，因为我们有这一个水晶啊，然后又加上我们这一个结晶，我根本没有射到那一个，然后我们还可以这样反向传递这样子，一边传完换另外一边，然后另一边传完换一边这样子，再回去结晶，然后再结晶回来，然后再结晶，这样来回结晶。不过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这个结晶化哦，它其实第二个就是说，应该说由集团卡传播过去的结晶化，它是不会有这个定身效果的啦。那这部分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点啦，可能说看你要不要再重新释放一次，或者是说你要就是直接打这样子，随便你看你自己决定。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用啦。好了，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那么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下一个大大的喜欢。那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帮我按下你的订阅，并且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这样我什么新的影片才第一个时间通知你。然后各位如果还有什么想要看的 Wolfen 的武器啊，或者战甲，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那如果看到的话，就把它排入我拍影片形成里面这个样子。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拜拜。